在刚刚的视频中，我们向工作人员出示的就是健康码和行程码。健康码和行程码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去各个场所的时候都需要出示，这样才能正常出行，也能保证其他人的健康安全。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国的健康码和行程码吧。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一定要记得红码停，绿码行，黄码变绿才能行。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我们采取了红、黄、绿三色码动态管理措施。绿色的健康码就代表着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在某个时间进入像超市、商场、地铁站、高铁站、机场这样的公共区域，那么我们就需要扫描门口的二维码进行登记。扫描后，如果你的健康码是绿色的，就代表着你可以正常通行。如果你和新冠肺炎患者在某个时间或区域有过某些接触，那么你的健康码就会变成黄色或红色。如果你的健康码是黄色或者红色，就代表着你不能自由的出入。如果我们需要出省，只要拥有目的地省份所需的绿色健康码，就可以正常通行了。如果是在省内就更方便了，省内已经实现了健康码的共享，只要打开共享的健康码，就可以在省内自由通行。而且健康码已经入驻了微信小程序，不需要我们单独下载一个 APP， 只要在小程序当中就可以申请健康。行程卡也有相应的小程序，而且全国通用。通过行程卡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去过的地方是否处于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行程卡和健康码一样，都实行三色码动态管理。如果你的健康码是黄色的，那么你的行程卡也会是黄色的。不同的是，行程卡的中间有一个小图案，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意思呢？绿色的行程卡中间是一个箭头，代表着我们可以随意出行。黄色的行程卡中间是一个盾牌，代表需要得到保护。如果你的行程卡是黄色的，就要进行7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红色的行程卡中间是一颗爱心，表示需要得到特殊的关爱，这样的人需要进行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
香港、澳门和广东省一些沿海城市合称为大湾区。生活在广东的我们也想去香港和澳门玩一玩。那么在疫情下，我们怎么才能正常的出行呢？原来在健康码里有一个隐藏功能，我们来一起看看吧。从健康码、行程卡、粤港澳通行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不断的更新防疫措施，人们的生活、出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再来看一看健康码的图片，你还能发现什么吗？没错，在健康码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己的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到现在为止，新冠疫苗一共需要接种三针，分别是首针、第二针和加强针。接种过疫苗后，我们的身体内会产生抗体，抗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抗新冠病毒。从出现新冠病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那么在中国，新冠疫苗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局部到逐渐普及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疫苗的研发过程。新冠疫苗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截至2021年12月29日，中国国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1011.8万剂次。中国3到11岁儿童疫苗接种人数已经超过了1.4亿人。一般来说，一支疫苗从研发到上市会经历8到20年的时间。但面对新冠病毒，科技的力量和科研人员的坚持，却使得中国新冠疫苗研发也向我们展现着中国速度。疫情爆发47天，中国疾控中心就已成功分离中国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种。70天，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自2019年12月8日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到2020年12月31日，我国首款新冠病毒疫苗正式附条件上市。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且中国的新冠疫苗属于公共产品，是为全民免费提供的。目前我们有5款疫苗，其中3款是灭活疫苗，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1款重组蛋白疫苗。这3类疫苗各有特点，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满足不同的需要。有适合老年人、病患人群以及备孕期、哺乳期的妈妈们接种的，也有适合身体素质较好的青壮年接种的。这样既可以满足人们的接种需求，还可以对突发聚集性疫情进行紧急预防。截至目前，中国的新冠疫苗品牌有5个，分别是国药集团北京所、北京科兴中维、武汉所、智飞龙科马以及康希诺。这些企业目前都在争分夺秒，24小时满负荷组织生产。随着其他技术路线疫苗研发的进展，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疫苗研发后，各学校、社区积极响应，
并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接种新冠疫苗。近日，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陆续安排教职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根据广东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2021年6月底前，各高校需完成师生员工新冠病毒疫苗的全员接种。另外，广州正在开展18至59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今天，华南师范大学进行了首批教职工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华师校医院是预防接种定点单位，早上十点，提前预约好的教职工，包括后勤、安保等人员陆续来到了接种点。从确认信息到排队打完疫苗，全程不到十分钟。接种前，医务人员会详细询问接种者的身体情况，告知注意事项，签订知情同意书、健康询问表后，凭接种单进行疫苗注射。疫苗接种完成后，接种者需要在留观区进行30分钟的观察。华南师范大学校医院每日为接种者建立微信群，实时监测接种者的身体状况，为接种者提供健康指引。并且，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接种新冠疫苗。你好，打疫苗在这儿吗？是的，先这边登记。可以拍摄吗？可以吗？拍摄，没问题。不行，你是左撇子，那我们打你的右边。OK。他是有点酸的。对，我听说了。好了。好了。没什么感觉。可以了。好了，打好了。中国不仅帮助在华的外国人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还积极地将疫苗输送到海外，帮助世界人民共同抵御新冠病毒。截至2021年9月，中国陆续向106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个国家进行疫苗出口。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了更多认可。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接种了中国疫苗，并对中国疫苗表示十分有信心。匈牙利总统欧尔班对中国疫苗表示了认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机场亲自迎接中国疫苗，还在发言中用中文致谢。Please convey my gratitude, 谢谢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接种疫苗，并用中文感谢中国政府，夸赞中国疫苗。科兴疫苗不痛不痛不痛，健康，谢曼，上好好喷。此外，秘鲁、智利、柬埔寨、科摩罗、刚果布、几内亚、伊拉克、圭亚那、塞拉利昂、阿根廷、白俄罗斯、多米尼克、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也接受了我国的疫苗援助。That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患难见真情，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朋友才更可贵。过去16年，中国对于多米尼克来说就是这样的朋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接种了中国疫苗。此前，他还亲自在机场迎接中国援助医疗团队和疫苗，并且多次在采访、发言中对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塞尔维亚的帮助表示感谢。塞尔维亚的疫苗工厂也在中国的帮助下于去年奠基并投入使用。中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运送到海外各国，现在
全球各个国家齐心协力对抗疫情，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那么在中国，如果你想接种新冠疫苗，我们要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提前进行预约，填写好你的健康申报表，准备好绿色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提前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或者护照，最后就可以顺利的接种新冠疫苗啦。我们回到健康码的图片，除了新冠疫苗接种记录以外，你还能看到什么？没错，在健康码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己核酸检测的结果。当我们需要外出，比如出国，或者你要去到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比如看表演、办理住院等等，都需要做核酸检测。核酸检测可以在短时间内测出我们到底有没有患新冠肺炎。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一次核酸检测要花多少钱呢？只要30元人民币。要知道2020年我们做一次核酸可要120元呢。核酸检测的价格越来越低，我们的出行也越来越方便。而且在2020年做一次核酸检测是很麻烦的事情，需要提前挂号，然后到门诊，而且要等好几天才能拿到核酸报告。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图片，像高铁站、火车站和各大医院门口，都有单独设立核酸检测点。核酸检测高效、方便，从之前的应检尽检到现在院检尽检，而且有些地方的核酸检测已经可以实现免预约，核酸检测越来越方便，价格也在不断的下降，检测结果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拿到。而当一个城市当中有了新冠肺炎的患者，城市里各个社区会组织每个居民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通过群体检测可以快速找到具体的新冠肺炎患者。而如果一个城市中有一个人被确诊了新冠肺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假设患者 A 在被确诊前曾经乘坐地铁3号线去了超市，在进入超市前 ，A 和所有想要进入超市的人都需要扫描门口的2维码进行登记，他们的行程会被记录到数据库中。当 A 被确诊后，他的行程就会被调取出来。在同一时间和他一起乘坐过地铁3号线的人，以及同一时间和他一起进入超市的人，就都会被找出来，一一进行排查。但是和 A 的轨迹不重合的其他人，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影响，依然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生活。在疫情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新词汇。下面我们进入防疫小词典环节，一起来猜一猜，学一学。防控疫情需要抓住3个重点：重点场所、重点机构以及重点人群。我们先来看重点场所，猜一猜，重点场所指的是什么呢？没错，重点场所指的就是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容易爆发聚集性疫情的场所，比如车站、机场、公交、地铁、
商场、超市、电影院、图书馆等等，都属于重点场所。接下来，我们来看重点机构。重点机构指的是容易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机构，比如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等。那么重点人群又是指什么呢？重点人群指的是新冠病毒暴露风险高、传播风险大或者抵抗力比较低的人群。医务人员、警察、保安由于在工作中暴露风险高，所以是我们所说需要格外关注的重点人群。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外卖小哥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很多人，也就是说传播的风险很大，因此也是重点人群。还有老人、孕妇、儿童，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也需要我们重点保护。说完了三个重点，下面我们来看防疫的八个基本行为准则。八个基本行为准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疫情最好的保护措施。我们来一起看看这八个基本行为准则分别是什么。一，就是要勤洗手。二是科学佩戴口罩。三是要少聚集。四是要保持厕所的卫生。五实行分餐制。六是要做好清洁消毒和通风。七是要遵守社交礼仪。最后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老师希望同学们也可以遵守这八个基本行为准则，保护好自己，不受新冠病毒的侵扰。那么，疫情防控三件套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小口诀：疫情防控三件套，测温、验码、戴口罩。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好啦，同学们，通过上面的学习，相信大家对现在疫情常态化下的中国已经有所了解。那么，面对疫情，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是因为什么呢？下面有请肖老师为大家进行讲解。